养可以啊，但最左边应该是他们自己盖的吧？那盖过来的。对啊，哎、欸，为什么他们盾真的就一下就爆了？巧克力，我冲喽！好、啊，嗯，为什么？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他们突然不拿盾？好黑啊，好黑啊，看不到路了，看不到路了，爆掉了盾、欸。没有，那是假的吧？他们是不是铁装？铁装啊，铁装是分数的那个，一下分数的爆了，分数落差哇！但是分数落差太大、啊，所以他们才会、哦、给一个盾。对，那假的假装备，假盾，哇，假盾，假盾。嗯，那只能在他们自己家里啊，那个一次性的盾。谁不打跑人，唯有我。你们家出事了、啊。他们现在都那个三十秒力量，你们小心哦。三十秒、啊。对，那先溜了。我一三十秒力量三，三十秒力量了，哭哦。不行，我要玩那个。对啊，要坚持吗？对啊，对啊。溜了。给你两组，就这样浪费了。我的燃烧剑跑到对面去了。我有一把燃烧剑，你跑到对面去了。哇，你们躲内了呀！哇，你们，我已经讲了多久了？啊，他讲很久了。你讲很久，刚冲过去而已。那你可以再往回走啊！走不出来，被围了。我前面后面都有人啊，有三个人围着我。走太深了，走太深了。对啊，好痛哦，痛痛的，被黑暗了，被黑了。好，嘿嘿嘿，我没血，我没血。退退退，谁啊？那阿光，你的是燃烧吗？还是？是啊，说的是啊，他来一招，燃烧加锋利三，我燃烧加锋利四，带我啊，再附啊！我看那个杰克那边附魔附了一辈子、欸，原来就是为了要送对方啊！啊，抓奸，这是间谍啊，绝对是啊！还好还好，我丢了一把给哈基，这边退，这边退，我们的队友都是间谍，我的队友是间谍。欸觉得地面是片岩浆。哎，原先是谁？谁在那拼？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好好好好。我一直在绕来绕去。臭西瓜，臭西瓜。小雨，你冲！小雨，你冲！小雨，你冲！没关系，我打这个，他明就没有这个。臭西瓜，你们，我爆弹，一堆爆弹，是怎么回事？巧克力，现在在冲，现在没人了。轰起来！我敲掉一个。快快快！杰克，杰克，你冲！杰克，你冲！我在，我有切机，挖到了，耶、yeah! 欸！你送完装备，然后又在这样子啊？对啊，是你光跑出来了啦！你看跑出来，我法跑出来。哦，这是好像显示都正常了，让他们体会闪电风暴。哎呦，杜鱼炸弹。啪啪的！哎呀，这次显示应该作者作者挖了261个，拿261个。绿仓正式是作者自己哦，作者大大拿一波，一个一个看啊、哦。死亡树，哎呦，西瓜死最多可以啦，好不好？切了39颗西瓜，39，太多了。杀人数都在我这，他们都没什么杀。为什么他们有两个杀人是零个？就是在家都没出来，是不是？挖核心，挖啊十次，那个连挖三次，赚到一次助攻。超厉害！补核心数，他们补超多，各种补哎、欸。看见了，提领数。我作者261，哎，他们218跟261，哎，天啊！哇，他们太多了，太多了，全世界最多血太多了吧？因为那个他们分数比较低，会有每分钟加绿宝石。哦，对对对，他们可以领。我跟 UE 都没爱领，我没有，我从来没有领零零，我一颗都没有领，我都去捡那个就是迷宫里面的。我还有那个二十几颗是被那个守护者岛给骗了。守护者想玩，想玩中毒不小心。有啊，作者都会带一把金剑啊，就是那个中毒的。我后来在他们家点丢了一把作者带来的。哈哈哈哈哈！那你要讲啊？哎呀，你要讲左边还是右边？你知道那个力量我已经很刷。我丢了一个在他们家里。
这画面好笑，太可怕了。这画面好笑。哦，大家都这样子。这画面超好笑的，全部挤在另一边，避难所。超好笑的画面。游过去，游过去了，游过去了。把鱼赶过去。来来来，过去一点，过去一点，快去，来来来，过去，大家应该跟作者那个讲一下，河豚那边要放水，不然会死掉。快好啊，好，可以继续去凝虐他们。不是，我说跟他们玩的开心。你这样不优秀。刚刚是巴斯汀的，都是你们在做的。打你哟，后面这样用岩浆是会变黑曜石啊？不会吧，替代吧？对，没有岩浆，并没有。真的，我以为会有岩浆。拿261的那个好像是零沙，他拿去哪里了？261是作者啊，哦，他是一张免洗的啊，对啊，他有杀人吧？可以去看再看一下吧，要扫吧？看一下，在那个杀人，就在旁边有啊，作者杀人啊，哦，有啊，反正是那个啦 ，YTE 啦，230几的那个是，然后218敌零。对啊，相当于是偷懒买爆弹、啊。为什么、啊？他那里为什么零那么多？他们那是拿去买爆弹，真的没杀到人。不知道。欸，如果这可以火箭跳上去很，去上厕所。好，海龟。哇！所以刚刚到底怎么中毒的？嗯？那个就是那个、啊、我们的战神祭坛啊，变成加强，它可以丢附加效果，连了 Q 出可以了吗？对对对，丢在里面，就像异国书柜那样子了。嗯 ，Q 在它里面，然后它就会有加效果。它就是好像是之前最一开始第一次出现那个时候有玩过一次啊，后来因为它会有什么中毒啊或者是失明，然后后来大家就没再买。守护者也是有负面效果、啊，要去看吧。这不知道哎、欸，我只知道就是那个战神祭坛有。嗯，但是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中间那一个三个人到底在卖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异国书柜，异国书柜最好用啊，最实用啊。我觉得一只史莱姆就可以让他们很痛苦了。进贡啊，个食物。可是他们也不能反击啊，啊？对啊，所以只要一只史莱姆就可以让他们很痛苦了。准备实打实，实打实。多一个，多两个小帮手，打公开。等下史莱姆要借新雕。这边中间迷宫好玩吗？好。他那到底有没有要怎么过去啊？没有从中间的话，这要左右下。嗯、不然你又走过去。右下。我都从中间过去啊。他从中间跳过去。右下也可以。右下可以绕一圈过去，然后有一个地方会有一个会掉下去。哦，你跳一下就好了。那现在这样变成超屁子了，上次就不能走这个桥。上次那个梯子是下面两格啊，就没有。上次就只能绕右下、嗯。没有，上次可以走梯子，可是很危险。哦，很难跳。危险会掉，我就摔了三次都走不到你们的。啊，因为他上次高一格啦。嗯，对，他上次刚进来的是没办法选对吗？来，等一下帮他选。帮他们选。哦，巧克力。哎呦，他那个天花板那个洞不是开关的啦。嗯？就是刚刚不是有个柱子从后面乱从天花板掉下来？啊，那个是直接从右下走上去，会跳第一个洞吗？哦。那一种。但是迷宫真的超复杂。哦，就是从那个右下走上去的，就碰到这一层。哦，嗯，绕来绕去。那可得，所以异国书柜到底是被谁吃掉？
不知道就凭空消失了一个，然后又被放了一个。他是我们的小狐狸小帮手了。好远，好远的吗？我在厕所，不好意思哦。好，我去厕所。你那个蓝，你是蓝牙耳机是吗？我是算是吧。无线的，还真的是哦。是啊，还真的是。我以为是开喇叭，就没有线呢、啊。我开喇叭，哦，声音都录进去了。一个跳台，左右两个，一个。我有两个 GB， 他们就不能来了、欸。嗯，哎，左右 GB 中间，哎、欸，这边还是可以啊，这边可以。那就是都用 GB 吧，都用 GB， 来来，直接塞住。对，就是从两侧住啊，进来就可以了。不是啊，那我们只能，我们只能从正面，你知道吗？我们正面过不去，就只能从侧边了、啊。中间都封死。那你们想要薪资决斗场还是试验鬼谷？都有那个吗？以往的吗？以往的。以往。以往吧，因为薪资要走中。好，而且他现在以往，秒速到了后半段的时候，他会离开那座岛。离开那座岛。就不会再缩回去了，顿回去了。就对哦。好吧，以王现在的守备范围已经到了整个领域咯。对哦。60秒会出来。什么凶凶啊，以王。对对对。60秒后会出来。你刚说什么领域、哦、倒数剩60秒会出来。啊觉得怕。因为以前是 会送回去啊，现在。对，就只会卡在中间。那现在就是可以把以王。哇，那就60秒要把赢可以赢走、嗯。对，就可以赢到家里打。嗯，再骂他。比较安全一点。那、啊、这个作者的主场喽，我又古树妖谷。哦，那个很讨厌，是古树妖谷。哦哟、哦，那个水瓶座都一直从新疆抓老鼠哦。啊，你一点人都没有，酸的。这个竹鼠可能中暑了，巴拉达。这个竹鼠，然后拿去烤了。作者没人演了。我手加了，手加了。过来，九千分多一点点。抓拉达来了。嗯，走。抓拉达，抓拉达，抓拉达，抓拉达。斯塔斯，看多少连锁。会有色围。然后等一下看到作者换了一个 skin。啊，那个。掉下来，掉下来。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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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有了，好，哥哥。开始，开始，开始。用箱子存吧。叠箱存，叠箱存，箱子存比较快。完了，可是他要顶出来。为什么我刚刚是有看到直接 shift 进去吗？对啊，不然嘞，不是左下角按一下吗？会更快啊。哦，那个绿宝石你们放好不好？这样我比较快。好啊，对我就放牛牛直接冲冲。有人买了吗？好，讲好的放哦。我买核心。好，我来。绿宝石还没人买哦。我买了，买了，买了，都买了。啊我耍废，耍废了。你手加，你手加。然后我手加，手加，手加。泽平站出来，中间那座岛有一个家伙，交给你去解决。好，就是他。打他，去打他。好坏哦。乒乒乓乓。泽平有没有看到发光的？哦、有。哎，小可以叫你去摸他。什么？屁啦，他很强哎。我被顶住了。顶住了。那是以往啊。就中间那一只，它是蚁王，它会有很多招式。哦，我这个我对这个岛有很不好的印象，因为我会掉到中间的洞里面。我也掉过很多次。它就是王，把它打死会怎样？啊、我怎么中毒了？我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中蚁王开蚁王开技能啦！不是我在家里耶，在家里左右小左。我也在家里，你开屁啊！86秒，86秒。家里有回复。要等他最后那个有啦的绕加进去了进去了没有变啦踢脚他死是谁家的巨币掉在这里啊？谁家的？谁家巨币我哇！我们家的，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我捡回来了。中间有人哦。我在打。那个啊，放这哈、
中间超过四的会全体中毒。哎、欸，来一万，哎、欸，你都不早点讲。来看，等一下，有那个猴桥上面有很多人哦。来了。